中我应该要如何的站立，才能够等到你眼中片刻关心。习惯期盼你的随行，然后感动于自己委屈。如果我说心中空虚，你会不会耐心的听，像最初你轻抚我发没权益。如果爱是抱紧自己，你是否又放过身躯，用你背影目染着结局。是否又反过